实况足球，曼联经典战役。曼联7-0西汉姆，欧文独进五球。吉拉迪诺首开纪录，左路高速突破。外脚被远角，14分钟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助攻欧文头球得分，内德维德分球到边路马克西。23分钟马克西罗德里格斯再次下底传中助攻欧文头球梅开二度。52分钟马克西罗德里格斯第三次助攻欧文完成帽子戏法，欧文倒地铲射皮球直挂死角，堪称经典。比赛来到79分钟，欧文接吉拉迪诺传中扫射破门。伤停补时阶段，欧文完成绝杀，本场比赛个人第5个进球，弧顶突破抢断，远射死角，